嘉义鹿草信众抽身，请来歌仔戏中场撒糖果饮料，底下信众伸手争相抢。农历四月二十三号是鱼池爷诞辰，民众从嘉义鹿草高速公路下来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盛况，歌仔戏布袋戏棚一个接一个绵延好几百公尺，今年数量更多达900多棚，全部都是信众还愿酬神感谢神明。由于场地有限，必须分流演出，时间长达一个多礼拜。救灾哦，安尼哦，哎呀，啊，真正大船入港，下完了，因呐心愿达成，因得来下完，按下完的方式就是讲，哎，我来下一杯布袋戏。是来写一杯歌戏。除了酬神，信众还会拿自己的衣服来补运。祈求来的福令跟衣服一起祭拜，神桌上堆满了满满的衣服，看起来好壮观。按遗嘱牙公，伊的公印，公印，就好像我们去签什么合约，我们也要盖印章。咱庙八到百平，我爱，啊，这个苏金苏金桥的，咱一当拢百平，咱活动对。四二三日较济，啊，过来就大家做安尼，做个了为止。鱼池爷公庙相传由当地养鸭兄弟筹钱集资建庙，信众赚到钱会还愿陆续扩建，每年农历过后以及四月诞辰，信众就会出钱找歌仔布袋戏棚演出感谢神明。近千棚沿着高铁下路面一个接一个搭建演出，地方宗教盛事场面好大。赛九零郑和洪淑珠嘉义县报道。